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坚岩爱国5比17次倒酒。元神的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任务加桃匣加成就加探索度 100% 一条龙全收集路线。那我们现在来到回声之子左边这个神像这里，我来走到这个神像之后，一头朝着东南方向，地图右下方，所以往前走，越是一切财富者。在前方这个墙边，这里有一个龙，来这里我们点击附着，然后爬下山，朝着山顶上。好，这里爬上来之后，来这里切换一下模式，朝西南方向，地图左下方这里走过来。好，在这个木板位置，这里有一个石盒子，先求我们再顺着风场追上来。好，他给我们一个视角指引，那这里我们减一下空中这个威力，要穿过这个风圈。好，这里对准，直接下路攻击。好，拿威力之后，来开启这个普通宝箱。咦，然后东南方向，地图右下方一光片球，从这个坡这里爬上来，然后这里右转，这里触发一下这个剧情。好，在前方这个 NPC 的位置，在这里有一个蛇子。好，那对话完之后，所以我们先开一下这个传送点。好，开启之后，我们朝东方向地图右边，在前往这个房顶上有一个奇盔宝箱，这里爬上来开启，然后我们打开一下地图，回到传送点，回去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往前飞，然后这里地图往下方看，在这个峡谷底下，这里有一个龙。咦，这里我们点击附着。好，然后这里点击攻击，扎这个石头。好，然后这里会出现一个右鼠吧，我跟着这个右鼠，扎停留位置，我们再打一下，然后继续跟着它，再按下移，爬上去。来继续倒，好，然后西方地图左边，来这里继续倒，好，这里一共是六个标记啊，全部打了之后会有一个宝箱。好，这里我们直接切换形态，这里走过来开启这个宝箱，然后东方向地水右边，在这个草堆的位置有一个直接开启的普通宝箱，然后西北方向地水左上方，在前往这个废墟处有一个，好吧，小我石盒子的感觉。好，捡起之后我们再往右手边这里重新附着一下。好，这次我们往北方向地水上方，我们要爬这个石柱啊，这个比较粗壮这一个，这里爬山，这上面这里有一个石盒子，爬错了，应该是后面这个。好，捡起之后我们这里退出，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往前飞，然后贴着墙面这里往上爬。好，这个悬崖上，爬塞州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，在希望这里有一个骆驼。好，长颈鹿，长颈鹿，
在长颈鹿底下这里有一个火神通，那捡血之后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。好，在这里有个龙，这里我们不用管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好，在这个对面这个悬崖上有一个石盒子。那捡血之后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，所以继续往前走。在前方这里有一个镇守的宝箱，来古拉青虾青王怪，来开启这个宝箱，然后我们继续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眼球，所以继续往前走。然后这里贴着墙面向上爬，往上面爬一层。在前方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哨塔，在这个哨塔底下这里有一个镇守宝箱青王怪，来拿宝箱。然后这里设了这个楼梯，以往上爬。在这个哨塔上这里还有一个金饰宝箱，开启之后我们转向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，这里往前飞。在前方这个石柱上有一个火神通，那捡血之后西方向对住左边往前飞。好，在前方这里有一个龙，过来附着一下，就随便拿一只都可以。然后旁边有个大岩峰，这里给它炸开，炸开之后是一个宝箱。来开启，开启之后旁边有个床洞，我们设床洞自己上来。好，上来以后我们再转向北方向地图上方，遁地吧，遁地快一点，自己稍微绕一下，从左边这里绕过来。那左边这个骸骨上有一个火神通，好，捡血咒，在这底下这里有一个镇守宝箱，来过来把怪清一下，清完怪来拿宝箱，偶遇就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，自己继续往前走，然后爬上前方这个坡。好，这里注意一下，前方这里是有一个倒地的这个木桩啊。好，这里先触发剧情。那对话完之后啊，东方向地图右边，在前方这个木桩里面有一个火神通，所以捡起这个火神通之后，我们再走出这个木桩，从这个头顶这里出来。好，出来之后在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，我们来到这个草堆的这个位置，先转向西方向，先跟这个小龙对话，他会给我们这个情报。那他对话完之后啊，在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的这里，我们跟另一个这个小龙对话。好，然后在前方这里有一个在钻地的这个小龙啊，来这里追上他。好，那对话完之后啊，我们继续往东方向地图右边，然后这个木桩的背后在这个草堆这里就是我们小伙伴，往在这里，所以找到他。好，找到了之后我们再朝北方向地图上方跟这个大龙对话。好，对话完之后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去往前走，先来到前方这棵树的位置。好，然后这里之后我们这里继续往前，前方有几个石柱啊，我们来到最左边这个石柱的左边这里，这里我们要先去附着一下这个龙。这存人可以一会再来开。好，然后我们转向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，在远处这个比较矮的这个石柱的位置，在这里有一个小龙，我们这里打钻地，钻地之后我们再按攻击键给它炸出来，然后我们这里跟着它走，跟着这个小龙，来点击追到了，然后这里要抚摸一下。好，继续跟着它，它停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抚摸。
好，跟着他这里爬上石柱。好，然后在左边这里有个神童，我们先来捡这个神童。好，然后再来开启这个宝箱。然后这里我们继续往南方向，掉入下方，自己跳下来。好，再下这几个木栅栏，这里有很多调查点啊，我们把这些全部拾取了，这几个木马。好，拾取完之后啊，然后是东方向对左右边，那前往这个石头，这里有一个涂鸦，这里的话需要把我们刚才调查几个东西给它塞进去，这第一处。然后南方向对左下方，在这里有两个石柱，这两个石柱分别有一个这个涂鸦，来这里放一下。好，全部放完之后，它就会解锁这个宝箱。这里回头来开启这个宝箱，开启之后我们再朝着南方向对左下方自己往前走。所以我们右前方啊，右前方这里有一个盗宝团，我们这里跑过去。好，这里是有一个闪光点，这里是一把钥匙，我们捡起这个钥匙之后，西方向对出左边，这里继续往前走。然后这边我们需要打到这个盗宝团，先给青王怪来拿宝箱。不，然后西方向这里有一个马车啊，我们刚才不是捡了一把钥匙吗？这里来开一下这个门，在里面是一个火神通，还有一个小龙。来，这里我们点击放肆，给他这个日落果，给他之后我们这要跟着他走。好，这里我们不需要切换形态啊，因为我们后面要打怪，直接跟就可以了。这里前方要清下这个盗宝团，又有一个实验的下的亚隐堂选错了。好，清理完之后我们这里继续跟着他。那这里继续清怪，没有天理城区。好，清理完之后这里继续跟他。好，这里有门切换形态，然后爬在这个塞，这里爬上来之后会解锁另一个珍贵，来开启。那开启之后我们再自己跳下来开一下这个传送点。